他每一根面呢都刮下了那个的汁水，看到没得？刮在里，知道吗？专门从乐山到景岩哈，说景岩的鱼杂，你们做的噻，霸道得很哈，尖儿都来了，看到没得？小碗碗鱼杂，哦，小碗碗小叶哈，说那个小碗碗的鱼杂哈，在景岩也是排得上名号的哈，所以说必须来搞一下，石岗石铁搞一下哈。是，我们来个鱼仔鱼片嘛，要的，要荷包鱼墩嘛。来，乐山的景岩鱼杂哈，鱼蛋鱼泡哈，上回吃不到乐山的鱼杂噻，说那个景岩哈，都是他们乐山鱼杂的最顶的地方哈，看哈，哎，哇，来，正，来，我给你也要点来，哦，正，哇，好香哦，他那个闻起那个汤啊，那个花椒味好浓哦，嗯，花椒那种香味好浓，全香哈，哎，全香。哇，它那个呀，汁水没得刚果那个浓，但是它的麻香味特别重，嗯，它还清爽，好吧？刚果那个呀，勾芡勾得浓的哈，它那个没浓，但是它的麻香味特别浓，嗯，哇，那个卤料好吃，啊，那个鱼大了，嗯。可惜不是鲫鱼蛋，如果是鲫鱼蛋的话，它就更嫩滑了哈。嗯。现在没有鲫鱼蛋了。嗯，有。哇！预备。啊！嗯。那是豆腐脑花儿，它那个豆腐脑花儿真的好大一坨坨脑花儿。那豆腐脑花儿，味道烧得还好，但是那个脑花儿绝对是豆腐脑花儿哈，啊不是鲜货，我一直都吃出来，因为我毕竟是火锅人哈，哦，干锅兔子又来了哈，走到四川来了，你们就必须要吃兔子哈，别个说的，没得一只兔子能够活起走出四川，晓得吧？哦，其实那点儿呢，我跟你讲嘛，它挨自贡挨得很近，所以它那些菜啊，像自贡的味道哈，嗯。嗯，哦，还有个猪肉是猪肉来煮的，哇，还老花儿，看，哎，老花儿都是水嫩的，看到没？还在透，嗯，然后是那个猪好味哈，这个还比较香，嗯，好的，南苗土豆，你光吃南苗土豆都能够吃出来好点香味，嗯，卤油的香味，一般来说那种干锅土豆很干噻，他说一点都不干。嗯，那个猪肉煮的好味，哇，那个鱼杂确实巴了，还弄来下碗面，哇，里头那个鱼蛋和那个鱼肚，那个叫鱼盘儿哈，我们叫鱼盘儿，还有鱼背。老板儿，给我们加一份下一份白水面吧。面哦。哎。清汤面吧。哎，清汤面哈，啊，不要下多了哈，够，啊，够，三个人吃都够了。啊。好，来，面来了。兄弟伙们，来！哇，先来整个鱼杂脑花面。哎呀，哎，你都搞了脑花面了吧？哪儿带你儿去吃个脑花面？我，啊，哪儿我带你儿去吃个脑花面？我加两个脑花儿。来，鱼杂，婆姐，哦，来看嘛，来下去了，脑花儿，哇。乐山的鱼杂脑花面，哎，脑花儿，哎，个冻脑花儿吃起都是个粗格格的，它不细腻，哈，嗯，哇，我讲，乐山的鱼杂哈，确实比自贡的鱼杂味道做得重，特别适合拌面，我想哈，那个鱼杂面，我想。嗯，我觉得你那个料都可以上，真的啊。上鱼杂面吗？哎，你那个脑花儿，
但是鱼上面不能用那个水面来做，都要一定要用干面，干面才吸味儿，水面它不吸味儿，晓得吧？嗯，哎，那家不行，再来点。哇，你要吃点不？啊？啊？看你很烦了。我看你很烦，你就让我吃宵夜。哦，你说哪点来？来来来，我那个面安上了，你想不想吃嘛？啊，你给我看那个汁水，那个刮到那个面上，它每一根面呢都刮下了那个的汁水，看到没得？说那个面呢，它不仅看起有食欲，它吃起更有食欲，晓得吧？那个面吃是，你还晓得啥子是中国的心，川渝的味儿，地道，乐山味儿，乐山味儿啊！买单，买单。买了。哪个买的？公家宴，公家宴哦。不行，那个我晓得，你退给他，你退给他好多钱，我给你。都在那儿来吃饭，粉丝把蛋糕买了，人儿子人也走了，我老板把钱必须退给别个。我真的太感谢我一个粉丝哈，姓龚哈，心一定了，今日消费445元哈。